人的车的时阵哦。我无这时间啦，我来无啦。好，谢谢来邀请我们所有的女性。好，谢谢我们女生人员。护护工程开工典礼仪式开始，行上香礼，恭请主典者王县长就位。请所有的与会贵宾双手合十。时为中华民国3月5日，农历2月12日，良辰吉日，天地开张，彰化县政府特选好时好日，举行彰化县历史建筑彰化八卦山大佛修护工程开工典礼。再次的来祝福我们大佛风华再现。那现在就恭请我们的王县长以及张董事长，请拉帘。谢谢。那我们的修护工程，我们要即将正式的来启动。谢谢修护刻不容缓，在我们大家外面的祝福之下。伊的伟大，毋是伊的老有偌悬哦，上重要是伊的这个文化。那文化部分，国以咱的这个文化资产的一个这个保存哦，更为重要。那这个八卦山会使讲是咱大家共同吼的这个过去的记忆吼，伊嘛是拜祀咱的这个东亚上悬的这个大佛吼。那过去会使讲有真济这个游客，未来如何讲透过咱这个大佛的这个整理吼，以及呢咱这个周遭环境的这个整理，让咱更加侪乡亲前来咱八卦山，进而吸引更多的人来八卦山，这是咱即摆努力的这个目标吼。那这一次呢，总经费是3100万，咱这个真来感谢吼，咱的这个文资局哦，给咱补助85%，咱县政府家己发落了15%的左右吼。那总经费是3100万来做这相关的一个整理，主要咱看到大佛本尊伊的这个斑驳的这个部分，以及呢伊漏水的部分，拢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做相关的这个修复。那这段期间来，咱的乡亲来到咱的八卦山头前的广场，会小可较无限方便，也请大家多包涵。咱希望讲透过安尼这个整理了以后，提供予咱搁较侪乡亲有法度来亲近我们的这个大佛啊，让我们八卦山能够风华。我们彰化市的一个这个区域的一个地标形象，也是我们彰化县的八景之一哦。那因为呢，大佛呢长期在这边跨国栏哈，伊安尼为只跨过去哈，它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鹿港的外海哈。那只要天气晴的话，都可以看到外面。那所以跨过就咱中华哈。那长期在这边吹风雨打日晒，所以呢，真的是外形都有一点这个掉漆啦、斑驳哈。那里面呢也会有漏水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呢这边要特别谢谢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哦，那给予我们这个85%的一个这个补助，经费是在2635万，县政府自己筹足了465万，来一起总经费3100万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修护的一个部分哦。这中间流标了9次哈。所以我在这边真的要利用这个机会，再次的谢谢我们文化局张局长及所有同仁的用心来破坏相关关系，谢谢。所以这个再接再厉，一直到第9次哈，才这个有厂商愿意来这个承担哦。那也要谢谢这个我们对于这个文化资产这个所有贡献的这些伙伴们哈。那我们相信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整修，能够让我们这个八卦山大佛重新这个不一样的面貌哈，过去的这个完整的面貌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呈现。那
我们也陆陆续续一直在整理八卦山的各个景点，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八卦山恢复到过去的一个这个风华哈，让我们变成我们乡亲很喜欢来的一个地方，那也能够透过这样吸引更多的观光客进来彰化来消费，十年二月能够顺利来完工啊，呈现给大家更好的一个风景区。那再次的谢谢大家的莅临，祝福我们的个工程能够顺利圆满，与会的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美好彰化，希望城市我们一起来努力。首先非常感谢王县长对我们整个八卦山的这个文物资产的保护跟观光的推动。我想八卦山大火是彰化整体的地标，是彰化的精神指标，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想过去在十几年前我们张董事长有一个想法哈，这个是 RC 结构，这个是水泥结构，那水泥结构有一定的寿命，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思考，这个是彰化的地标，彰化整体的精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张董事长在十几年前就有一个很前瞻性的想法为了要永久百年千年的保存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考这样的 RC 结构我们能够修复几次，那是不是能够超越，也要拜托房立委在中央文资局要好好的去检讨如果我们用柱筒来取代的话或是加上柱筒的话，是不是才能够千年的永存的保存下来，因为 RC 结构还是有它一定的寿命。最后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这个我们彰化的这个大火的重视，那我想这一年当中无论上彰化施工所从这个信武切桥跟到王县长的我们整体八卦山的观光的推动，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更感谢张董事长的配合。我相信八卦山这个大火一定会带来给彰化一个很重要的观光的一个指标，让我们彰化整个经济活络起来。祝福大家，谢谢大家。很高兴哈这个我们历史建筑我们八卦山大佛终于要修复。那刚县长有特别提到说少年的时候有带这个路边又开家走走的吗？其实我觉得说八卦山大佛是所有彰化人的一个记忆，那甚至其他县市的人只要看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八卦山大佛，所以也感谢我们的县政府跟文化部能够将我们的这个大家共同的记忆的这个历史建筑，我们的八卦山大佛，把它修复。文化部争取了3100万的预算。刚刚我们大家长王县长特别提到呢，花苞的问题呢，经过了9次流标，非常很辛苦。为什么？因为这个整个它是一个艺术方面的一个建筑物，所以你要维护上呢，比普通的呢还困难。所以如果没有在文物古迹呢有这样的一个工程的经验呢，非常的困难。所以终于呢在去年底呢这花苞成功了，所以我站在八卦山风景协会董事会或是大佛寺管理委员会，我非常感谢感恩呢彰化县政府为我们这座大佛所做的努力与支持。佛身敬我身，为大佛净身沐浴，慈悲喜舍，福德布施，佛光普照，法喜充满。祝福国泰民安，幸运昌隆。那今天在我们所有共同的见证之下呢，现在我们也将我们今天为我们大佛祝祷所有的手持牌，是不是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好，谢谢。来，我们要站。好，谢谢我们大家共同的来见证。好。请不身